看视频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阿聪，这里是美国的纽约，现在我在的地方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附近的一个地铁站里。然后通常你在纽约，然后看到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铁站 Canal Street， 基本上就是在唐人街附近。看这个，华上一期是拍了法拉盛，就是美国纽约三大生活社区当中的最丰富的，我觉得是。这一期呢，现在到了曼哈顿的唐人街，然后现在是从某一个 Canal Street 这个运河街站的这个地铁里出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运河街站，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现在前往的方向就是那个曼哈顿中国城那个方向。大家看到一个中文的麦当劳，他们写着欢迎来到华府，这是其实他们可能这边的一个社区，他们经常叫的名字。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个人的可能更强的文化认同感可能在法拉盛，而不是在曼哈顿那个唐人街，也不是在布鲁克林那边那个比较福州移民比较多的那个唐人街。这边的话我通常会把它叫成唐人街，或者说其实它是一个游客的地方，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像我这一代的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人然后移民到这里来的这样一个地方。这边的这个移民的成分更多的可能是比较老一辈的那些人。这是林则徐的像，在华府唐人街里。这边有一个孔子像，这里也是也是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的，买瓶饮料。因为有这个抵扣券，最终我这个饮料大概是6块人民币。
华府附近的一个学校。整体蛮不错。所以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关于曼哈顿华府曼哈顿唐人街的大致的内容。我本期视频当中分享的其实也只是这个唐人街非常小的一部分，它这里边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的，就是尤其是它的里面一些小街小巷，还有它的靠外靠边上的一些，它有很多的商店，很多的酒吧。比较起来，这是纽约三个比较大的中国社区当中历史最久的一个中国社区。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它历史比较久的原因，我在这里常常感觉不到有文化认同感。现在回到了刚才来时候的那个地铁站门口，那我要去本系列最后的一个三大中国社区当中的，是布鲁克林八大道。那里会是另一番的景象，然后会在下一期的内容当中的分享。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这部分内容，也可以关注我上一期的内容，关于中国社区三大社区之法拉盛篇的内容。好，本期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我是阿聪，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将是对他最大的认可。如果你对我过往80国的经历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